我们进去看看，慢慢走就好，不要跑哦。都没有人呢，好多灯哦。哇，对呀、啊，你看那个好漂亮哦，那是老鼠哎。哇，也有哪个？地上的沙子，那是石头啊。喜欢石头吗？是哦，好哇、啊。我们今天来看花灯是吗？这个灯有好多，你说有灯还有什么？很漂亮哦，哇，真的很漂亮哎！这里怎么灯那么多啊？那个灯很漂亮，而且上面都有写字哦，上面写好多字。哇，这个老鼠好漂亮哦！俊俊跑去前面跟他拍照片。对啦，对啦，对呀、啊，哇，很漂亮哎，这个小灯笼好高追哦。是哦，这个是不是漂亮的水果？奥林觉灯，哦，对啦，是奥林觉灯，没错哦。在里面啊，你在哪里？你在里面？在哪里？里面让我看一下，你在哪里？有吗？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哦，好哦，走。你看这个上面亮亮的，然后左右边是那个很漂亮的灯笼哦，是不是？俊俊有喜欢吗？俊俊喜欢漂亮的灯，对不对？哇！一直咳嗽。